这怎么阴晴不定的呢？安总还是先管好钢笔的事情吧。蓝胜对咱们公司的支持。哎呦，拆吧拿去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是，我们会把握天。还有茶叶，哎呦，这么大一下，拿走。哎呦，这大的棒走了。哎呦，我帮你吧，这也太重了吧。可以可以，哇，阿鹏。 喂，东西收到了吗？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怎么就没完没了了呢？我只是想帮帮你们的公司。裴总，我们靠自己也能够通过提案会。请下次不要再以蓝总的名字来送东西了。等一下。 怎么啦？给你了，钢笔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裴军是哥送的，你要不喜欢就给他退回去呗。干嘛要退呢？他钱多乐意送是他的事儿，我想怎么处理是我的事儿。那你再想想，我给你放这儿啊。 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不是说好录音棚见吗？我来就是说声，我不舒服，今天不录了。啊？哪不舒服呀？要不我开车载你吧，然后路上再买点药，等你状态好了之后，我们再继续录。不录。 这小孩怎么阴晴不定的呢？安总还是先管好钢笔的事情吧。我不舒服，先走了。不如打个电话来不就行了吗？